行，今天得换个法子藏。啊！你真是改不了吃独食啊！看我一会怎么好好收拾你。这小子欠打。今天藏得太完美了，媳妇儿绝对不会发现。媳妇儿快点来啊，今天就是我翻身的开始，等个饭磨磨蹭蹭的。还有一大盘酸辣五谷鸡爪。媳妇儿今天这进来，你都吃了吧。现在咱俩分分吧。没事不用，我今天不饿，你吃了吧。不要高兴太早了，别以为我没看见。今天可得把我的大鸡腿看好了，哪都不去了。我得想办法吃到鸡腿。啊，真香！鸡蛋虽然好吃，但我更想吃鸡腿。哎，媳妇儿，来，我帮你弄，我帮你拔点，快点吃啊！送上门的机会可得抓住了。来，给。干啥？等你。藏好的肉终于被我找到了。啊，真香！鸡蛋和肉今天都是我的了。老公这会还蒙在鼓里呢。啊，真香！老公，你再拿张纸，一张纸都不够我用的。吃个饭吃了这么多，这样也行。螺蛳粉 Q 弹爽口，真过瘾。啊，真香！啊，螺蛳粉吃真香。跟我斗，它还是嫩了点。媳妇儿，你吃饱了吧？吃饱了。那我吃了啊。你吃吧。这回终于轮到我了吧？不会将来，我这里面带有肉。来，让你看看啊。啥情况？我肉呢？你的肉被我吃了呀！啥时候的事儿？你早就被我吃到肚子里面了。把这块牛肉藏起来。又在这里玩套路。原来把小香肠露在外面了。再给米线伪装一下，换换位置。老公，老公吃饭来了。老公，快尝尝云南过桥米线好不好吃？这个过桥米线，米线炒盘出产。媳妇儿可真是会买东西。这汤也很鲜，真好吃。哎，辣盘菜还没拿，你去拿点辣盘菜。呀，忘了，我去拿一下。拿来吧你，年轻人不讲武德。哎，辣盘菜来了。我这怎么是小香肠？哎呀，老婆，我有点口渴，你去帮我倒杯水。你吃个饭事咋那么多呢？快去嘛！给。看你能不能换明白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有香肠车配着米线就是过瘾。太好，我都看见了，要不然差点上当。吃个饭偷偷换来换去的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
这娘们可不像好人呢。老婆，你吃完了吧？嗯。啊，吃完了。吃完了，给我吃了啊。我这啥呀？这是？哇，这么大块牛肉呢？牛肉。让我吃。刚才让你吃，你不吃。你香啊。老公，老公吃饭啦！今天吃的啥呀，媳妇？就两个，你挑一个吧。嗯？又挑啊？你不是得好挑吗？快点挑一个。这咋挑啊？我吃这个，媳妇。我吃这个。哎，我吃这个。我吃这个。你拿走。拿来吧你。那我吃给你，还鸡蛋。嗯。啊，真香。嗯，鸡蛋真香。也不知道我这西瓜里是什么好东西。对了，老公，你买这个空气炸锅我都没有见你用过，要不给发在闲鱼上，最近大家都在用闲鱼卖闲置，很多是九成新甚至全新未拆封的，价格特别划算，我也经常在闲鱼卖闲置，也链接搜朵朵闲置就可以找到我。行吧，给咱家里闲置的好东西都挂上，让给有需要的人。行。啊，真香！我吃啊，真香啊！看他吃的太香了，老馋人。嗯，真香。哎，媳妇，要不然咱俩换换吧。不换。哎，换换。哎，你吃这个。这年轻人。这锅里不会藏着大鸡腿吧？老公可真贪心啊，吃着碗里瞧着锅里的。西瓜还有缝，肯定藏东西了。啊，真香。不管了，先吃烩面吧。烩面吃着也不错，吃饱了也不后悔。啊，真香！好，我吃完了，娟儿。啊，你咋不吃呢？我等会儿再吃，我都吃饱了。太好奇，这里面藏的啥东西？这里面什么，娟儿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来，让我看看。哎呀，不让看，不让看，你看看，看看。走、嗯。哎呦，嘿嘿嘿，真西瓜呀！不让。哎呦，啥都没有。哎呦！吃饭啦，先别吃了。都倒完了，让我吃什么？那你好歹给我弄点菜也行啊，这白水煮面条怎么吃？吃吧！哎呦我的妈！就给我拿了点这当菜吃。吃呀、啊！这也不是不能吃。
面条我都吃完了，看你一会儿吃啥。老公真的是太能吃了，真是一点也不挑食啊。那么多肉，我得想办法吃两口。哎，老婆，你昨天没咋了？这个颜色真好看呀，老婆。你不就想吃块肉吗？早就猜到你这些小心思了。哎，你干嘛呢？老公，今天你吃多的，这碗进口火腿肠，我吃少的就行。你拿来吧你。你少的你吃不饱。我吃得饱。看这意思是嫌弃我了。嗯，啊，真香。你怎么这么多鸡蛋？怪不得你要吃这碗啊。哦吼。一会你会后悔的。哦吼！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又来了！我这么劲啊！螺蛳粉搭配鸡蛋，吃着真得劲。还有呢？老公，这鸡蛋让我吃一口吧。想吃？哎，你，行，看你还能再嚣张多久？嗯，啊，真香！酸辣过瘾的螺蛳粉，说起来口感 QQ 蛋呢。贱娘们可不想好人呢。等他再吃点吃饱。吃这么干净，肯定是吃饱了。老婆，你吃饱了吧？啊，吃饱了。吃饱了，给我吃啊！哎呀，哇！我炸！大哥，懵了吧？哎、这么大的大肘子呢？脑瓜子是不是懵了？肘子，真香啊！让我吃点。哎，我让你吃多了，你是你自己不吃的。那谁知道你这样还能藏进去？真香啊！吃饭，梅菜扣肉，来来来，我吃这个。你妹妹，你今天终于能吃上肉了。梅菜扣肉，当当当当，好，真的是梅菜哈，梅菜也没肉。来来，咱俩换。还想蒙我？梅菜扣肉你不吃呀？这梅菜扣肉。自己吃完啊！这小子欠打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哎，老爸，你烩面看着真好吃，让我也吃一口吧。啊，来，哎，让你怎么欺负我？咋弄的？行，那等会儿我的你也别吃啊。哦。走了正好，我自己吃饭安静。啊，真香！哎呀，还以为拿啥去了，原来是一个空盘子。等他吃完今天就表演一个魔术。这烩面吃的真爽啊！老王，你吃完吧？吃完了。那该我吃啊。啥玩意儿都没有，我要扣碗呢。看你今天能玩出什么花样。噔噔噔噔。啥情况？真有啊。真香啊。来，我这个人。这管了。
哈密瓜，等一下，这么大一条缝，你来吧你，来来，你吃进来，这里面肯定藏好东西了。这是我儿子给我的好吃的哦，终于可以吃好吃的了。噔噔噔噔，这套路我懂，藏下面了。真的是哈密瓜呀？啊，来来来，拿来吧你，还想蒙我？差点溜上了他的当。啊，真香。那儿子，咱们两个吃哈密瓜啊！嗯，妈妈跟爸爸吃完我们再吃。那行吧。哈密瓜内有乾坤，幸好爸爸没看出来。OK。啊，真香。嗯，还是这烩面配鸡蛋吃着过瘾。嗯，啊，真香。妈妈，我饿了。饿了。你面条给孩子干嘛？这是我的面条，你们不是有哈密瓜吗？小气！那等会儿我的哈密瓜你也别吃啊！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。看他吃这么香，真是馋死我俩了。啊，真香！一会只能跟儿子吃哈密瓜了。爸爸，你吃饱了吧？嗯啊，吃饱了。妈妈，我们一起吃哈密瓜吧。行。如果不是亲一口，这么大块牛肉。哇，这么大块牛肉，给儿子，让我吃点。这是儿子给我的，想吃门都没有。这里面哪来那么脏东西呢？